参加正月十五的演出，因为特殊的原因嘛，曾毅没来了。那次我就跟三个男的唱了一首《出征》。唱的爽啊！我觉得最近以曾毅哥哥他的通告安排的轨迹来看，吴昕在凤凰传奇当中继续担任其中的一个成员，所以我觉得也是时候取他而代之。我觉得可以啊，刚刚那段说唱真的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。我现在马上去找贾玲，贾玲